期待的2010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即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继续为大家解读在亚运会的开幕式上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值得您关注。亚运开幕式从12号晚上8点开始，开幕式将由一滴水拉开帷幕。坐在芭蕉叶内的广州女孩从天而降，她将带来的一滴圣水汇入大海，带着观众正式起航。运动员入场环节也有特别设计，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乘船从珠江驶向开幕式现场，并通过星光大道步入场内。其后运动员还会乘船饱览珠江景色。另外，开幕式当晚巨星云集，并首次引入粤语主持人，而电影明星章子怡受邀担纲演唱主题歌，由钢琴王子郎朗为她伴奏。亚运开幕式最后的倒数和点火仪式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最让观众期待？开幕式的负责人表示，这个要等到12号的晚上和全亚洲的观众一起揭晓，不过保证会有层出不穷的惊喜。